引子与回旋，此曲移植于小提琴名曲。乐曲的标示为忧郁的行板，引子的前半部分缓慢而有力，忧郁而略带伤感的情绪具有浓郁的西班牙风格。注意气息和分句的安排，要做大线条的乐句安排。揉弦的速度和频率可以略快一点，使音乐流动。之后情绪转入快弓、跳弓同时进行的快速节奏型，流畅而不失华丽。紧接着快板呈现出活泼的音乐主题，顿弓及装饰音的演奏要有弹性，富于朝气。中间的连顿弓演奏需要特别的练习，以达到流畅连贯的效果。特别要留意右手顿弓时指尖与右腕同时用力的感觉。我们可以由慢至快的逐渐加速练习。在力度不断的增强下，主题发展成为几段风格和感情不同的插步乐段，极富戏剧性。慢板的音乐处理由温暖逐渐转化为激情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其中有大量的技巧，难度很高，其中包括左手快速大跳，连续换把，需要大量练习，以达到高度的准确性。乐曲的尾声给予演奏者表现超高技巧的展示机会。频繁密集、不同音程的连续换把，使人眼花缭乱。随着情感的不断提升，将情绪推向高潮。乐曲在极其辉煌的气氛中结束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《引子与回旋》。